加油哦，来我加油，他你要看着他，你给他拜拜，你说新年快乐，票房大卖，别笑呀。哇，可以笑了，可以笑了，太有效了，有效。好，那我们接下来这波红包就要一波送给大家，好吧？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哦。好了，那所有女生们、美人们，你要不要抱一下他，或者是，或者你挥手也没关系。不，没事没事。我看你刚刚有点想，可以，他没事，他一点我很想走。好，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Never， 真的高光时刻 ，Never。开心吗？我其实说这句话一波就会笑。对，好，来我们。接下来所有女生我们再来一个我们的一个红包给大家，好不好？然后让大家拿红包拿得够，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美眉都在支持我们的就是直播，然后我们来教大家一下如何领取红包，新好吧，我们第三轮红包只要在我们的评论上打上佳琪底下跟大家说的这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把红包雨下下来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参与一下，但是字一定要打对，如果有错别字我们就可能没有办法帮大家就是拿到红包了，好吗？那所有女生们，我们第三轮的红包来帮我帮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那个电影票的一些购买的详细规则，好不好？然后底下叫导演跟一博帮我们再安利一下，一句话安利我们什么理由要去看我们，然后我们就三二一上链接了，因为今天晚上的票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我觉得不容易，也是我们投票票以及我们导演以及我们一博给到佳怡直播间这么多的票量，好吧？因为我们以前的话就是一秒钟所有的票就卖完了，今天卖多少票？我期望你卖的越多越好。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80万张应该可以，因为其实它是有到一个限度数，是是是是是是，张嘛，对不对？没错。好，那我们来教大家，我和旺教大家如何购买我们的电影票，好不好？等下我们会有两个链接，一定要看清楚。我们等会会上两个链接给大家，我们到手一张电影票，我们是0.1元。0.1元是一张电影票，是11.2元的观影代金券，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旺旺在上海，他去了比如说那个什么九光那个电影院，哪个商场电影院，那个电影院的价格是45块钱一张，那我们就可以用这0.1元来抵扣11.2元的代金券，所以你花到的钱只要34.8元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电影票了，好不好？就这个意思，好不好？然后我们不需要备注，我们的淘卖 VIP 会送给大家180天，我们会再送大家淘卖 VIP 积分100分，而且我们的淘卖 VIP 积分可以送上和兑换我们一博的就电子签名版的票根，对的，好不好？然后还有可以兑换我们一博的那个新年的一个祝福视频，好不好？辛苦大家啊！票是0.1元，我们兑换15.2元的乖核销，什么意思呢？你们到电影的那个柜台上的时候，你们就是核销一张，然后再用代码核销第二张，我们每一张都可以减11块和15.2元，好不好？不要一次性用一张代金券核销掉了5张。的那个票就不划算了啊！好的，那所有女生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两个让导演和一博看看我们所有女生的手速，好不好？那我们先上0.1元兑换15.2元的我们中国巨幕以及 IMAX 厅的电影票，来3、2、1上链接喽。然后我们的兑换期间是1月21日，连接我们电话号码，没错，它会绑定到我们的投票的 APP 的。是的，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喽。所有女生们，我们上链接了，我这就点不进去了，我也是，直接白，整个没了没了没了，没有了。第一波我们有多少货？我们第一波已经全没了。好的，那我们来哦，15万。嗯，我们第一再加最后的10万张，如果卖完了就没有了。导演，我先给你看一下，完成了1%。我们10万张已经没有了，80万张嘛，好吧，我们看看还可不可以完成更多的业绩啊！加油加油！来吧，这个票卖的太快了，好神奇。好的，好，希望大家正月初一去电影院看电影《无名》，是一定会值回票价。好，我们冲着导演这句话，我们一定要去看《无名》，好不好？那一博呢？同意，同意。我们是限购20万，所以我们一个人限购2张，所以大家要买的话一定要先去抢剧目，因为好剧目就没了。好，那我们重点应该是10毛钱抵扣11.2元的我们的通用影厅的电影代金券，好吗？来，我们3、2、1上链接加货咯，辛苦大家，大家可以赶快去拍99号链接又没了。谢谢大家对于我们中国电影行业的支持，好不好？因为真的非常这几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带着的美了，
因为这两个链接现在完全处于没有卖不到的情况。就是这边都已经完全买不了，你看，就是不能购买。好，多刷新。如果底下有票的话，我们就可以帮大家再加一加，好不好？辛苦大家。那今天我们佳琪直播间也给我们两位老师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好吗？是。来，导演，谢谢，票房大卖，谢谢，辛苦，谢谢。来，一博，票房大卖，谢谢。来，这个好，谢谢。没有，辛苦。每一张电影票的背后都是美眉们对无名的支持与期待，然后大家走进电影院，同时也一定要。